新年已到来，旧岁已过去，崭新的年历已翻开。感谢主恩，赞美主爱，调整自己的心态，期待主的同在。2018，欢迎你的到来，一切重新开始，从头再来，一切重新整理。抬起头来，充满信心和盼望，迎接这崭新的一年。放下曾经的疲惫无奈，走出心灵的幽谷阴霾，丢弃世事的沧桑挫败，忘记昨日的所有不快，不容罪过过犯来阻碍，远离一切抑郁悲哀。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宰，生活绽放精彩，心灵平静安稳，信心步伐迈开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神恢复我们真实心灵的敬拜，我们不嫌软懈怠，神带领进入新鲜领域境界，我们有广阔胸怀，神给予全新的引导和开启，我们寻求明白主的心意，神赐予丰富的祝福和恩惠，我们的好处都在基督里，神帮助登上新的台阶高峰，享受以马内利神的同在。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前面的道路会有风雨阻碍，会有艰难挫败，但经历是人生最好的大学，我们绝不忘记耶稣十字架上血染的光彩，耶稣流血舍命复活的功效，我们活出基督生命，见证主爱，生命成长，断开罪恶，我们生活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，担当使命，顺服差遣，我们领受圣灵开启，清楚明白主的旨意，尽心竭力还福音的债，充满信心走向未来，活出基督荣耀同在，耶稣基督永远是得胜的元帅。